接下来讲自在，那自在也有三种啊，观境自在、观照自在、作用自在。观境自在，我们要先观一切境啊。如果你不用般若智来观察，这一切境都有境的解读了，有敏感的程度，有的人敏感一点，读得深一点、宽一点、广一点，有的人呢对于这所有的一切淡然处之，那进入的一些不相应的现象也有。那这里的观境自在是用般若智照了一切的万法，是融通无碍，也就是他明白，明白而照了真如之境，也就是他空的道理跟他现象上面所有一切都明白，这个才是观境自在啊。境如果说我们以内心的这个境也是一种境啊，外在的也是境啊。所以如果自在的人 内在的这个境应该已经处理完了，前面有讲啊，你应该处理完，在观的时候应该自己的这个部分外在的部分也都有观啊，达到自在已经在讲它的果，所以观这个境是自在。那如果你在进行中在观，那当然就叫因了，如果它已经自在了就叫果，所以观完成的时候它的果就是自在。如果观还没有完成达到三观，那当然还没有达到自在。所以第一个讲啊，观境要自在，第二个观照自在，也就是我们在修般若观照的时候，当下不再用寻思的方式，而是直接彻底照见。我们一般的修行是不是会有一个思维的过程？这个思维的过程，它会从一个点，以前有跟同学建议过，任何一件事情看不明白，你就把它分十个角度、十个切面去读，这很管用哦。你可能到六七个角度去读的时候，你大概就不执着了，看得到它一些相当完整的这个面貌。那如果你在这个做观察次第在观照的时候，都会有这个寻思的思维，这是次第啊。这些在开始修行是很必要，不要马上学着菩萨说啊，一看就知啊，那就是你古早那种的，自己讲的，那不是真明了。所以在修行里面，他会经过寻思，在寻跟思的时候，慢慢剥落掉自己主观意识的情绪，跟以自我为考量的切面。那你再慢慢剥，慢慢剥，利害关系，它的相对待关系，始终对待关系，它的完整，慢慢在寻视，直接，慢慢走到彻底，彻底五蕴也就空了。所以这个观照啊，如果他在行进间就是自利。如果菩萨你已经证得空的智慧，是一切智啊，道种智未现前之前，观照是一直使用着，是一直有观照的。有些时候有一些间隔，有一些障碍，一件事件发生之后，它分布在你之后的某一些现场跟一些时段，它会慢慢的剖析一小块，忙别的事情去了，等一下又回来解析这件事，等一下再有一些进展的时候又做了一个串联，再来比对，是不是会有这些现象。那最后到完全了解的时候，是不是松了一口气？如果你是净土法门，它这个观照呢，它是观照那个清净，直接讲那个清净就好，你内部的点点滴滴的发生先不理它。这个法门在开始观照这个地方，
两个有不一样的走向。以禅修的话，让你巡视，然后告诉你用清净的角度抽丝剥茧，这样慢慢慢慢去厘清，它有巡视，有巡视这个作用，然后慢慢把清净浮现杂染拿掉，这个是修禅的过程。两个法门在这里它会有不一样，但这个不一样呢，中间会有一个发生的状态，所以以修净土的人，他在唯识这一块很缺。修净土你自己知道啊，他在唯识就是他的走向细腻的这个剖析的能力不足。以修禅的人呢，他这个细腻的走向啊，会有痕迹，剥得掉无助，就能够清正实相；剥不掉，你就会有法执。中间的那个反反复复再跑回来的讯息，会让你不胜其扰，就是那个东西没有走。所以为什么后期会发展到禅净双修，就这样，因为它法门会有一个瓶颈，会有一个瓶颈，这个瓶颈过不了关，因为你没有祖师大德在带啊，又不是佛陀来带禅修，又不是开悟者来带禅修，你过不了这个关，只好怎么样，暂时 hold 住，收收的一碗那边啊，先念佛，拜拜再过来，把清净恢复到清净一点，再拿来思索，看看拆得开拆不开啊，最后哪个法门成就的，根本都不用管是正卡还是倒卡，最后就是清正实相而已。这样了解它过程，开始是不一样的哦，那走办法是不一样。好，第三个叫作用自在。菩萨在行深般若，也就是他的果，他完成之后，他基本上一定从体起用，一定从体起用。如果清正法身本有的人不从体起用，他是不会自在的。那个自在是偏空时候的境界，一个期间一个范围的自在，而不是大自在，是有某种自在，但不是大自在。所以作用自在讲啊，清正法身本有，从体起用。所以当你有利益众生的这个悲心在，神通才会现。所谓从体起用，从体起用的一切神通作业都自在，讲到是菩萨能随缘复感，这才是作用自在。它是有悲，而站在什么？站在觉悟之后，才能利他。这个是果才能用的。这个自在，同时又有另外一重的含义，也就是我们清净的觉性常在不变。因为这菩萨呢，他是因为有这个觉性，透过文字般若，由观照般若证入实相般若。那这个证入实相般若，就是清净的真如体现。那所谓的自在呢，也就是清净的本觉，这个觉性不再遗失，就是完全的显扬出来。那在这过程一定是会知道五蕴是幻，是不实的。这个真如的觉性就是常住，所以是自在。这是指这个菩萨修正得果，这个是在讲果。那菩萨修熏修深妙的般若，清正自性常在，所以就是
成为觉悟之人。修行不外乎就是为了这个嘛，这个大家都很了解，所以每个人的修行其实都为了达观自在。所以这个观自在菩萨即是指正在修行中的人这个法门而言也是为了观而自在，那以成就者而言最后是达观自在。那这个观呢，我们再把它分开来讲，这个观显示菩萨的自在是由般若观照而得来的，所以这个观就是一个运作，也就是我们法门在使用的一种过程。那这个自在即大家都了解，不外就是体跟用，观境、观照跟作用，这是属于用方面。为了要达到这个自在，也就是这个觉性全面的显扬啊，这个是就属果。那在帮助众生上面的作用，那也就是利他的部分。所以这个观自在三个字就有多重的解释。那清正自性常在，这个就是属体了。前面讲的都是用，那体的话就是清正自己的自性常在。那修行就是这样，不管用什么法门其实都是为了达这个。那中间会有非常多不一样的发生发展的过程，因为每个人这个思考模式、语言，那所有修行的现场要解决的问题，看似好像都是叫五蕴嘛，可是事件的发生啊，组织结构啊，那所有的处理方案都不同，所以是众生的万象啊，那自己一条成佛大道。那接下来就了解菩萨，这菩萨两个字是梵语，它全文是菩提萨埵，这个菩提就是觉，萨埵是有情，何言就是觉有情，在过去翻译是众生，后来才翻译成有情，意思是比较着重于我们有思维、有心理活动、有情事的这种众生。因为有情事的众生呢，他下手在修的时候就必须透过眼耳鼻舌身意，因为后面整个经文有谈到六根六尘，所以就人类而言，觉有情讲的是觉悟的人。而这些有情众生，有情事、有情见、有情爱等等。那如果有动物而言，那也是有情事，所以也是概括在内。那因为今天我们所使用的语言是普遍通于人类，那动物要来了解我们这个语言的模式，那我们就不能解释了，不得而知。可能区域性的跟某一些个人他在言语上有某一些能沟通的范围，但全面性的要了解这么多佛教的专有名词，那可能就不容易了。好，那了解上求佛道就是为了自觉，下化有情就是为了觉他，所以菩提为了上求菩提的果，佛果就是指上求，萨埵就是化有情，也就是下化众生。所以上求佛道是智慧，我们对于智慧的追求，这是属理体的。那这个是理性，我们必须要了彻，要彻底的部分。那下化众生呢，那就是修持上面你产生的作用。所以以前者就是菩提，上求佛道是属智，属于理。那后者是属悲，属于事，是为了利他。所以要有上求佛道的精神，下化众生的慈悲，那这是自然会产生的一种责任。说责任好像有压力，
其实生命活下去，你就会发现那也不是什么压力啊，就是自然会产生的作用。所以菩提萨多具备了慈悲跟智慧，能够自他兼利，这是菩萨基础上有的内涵。那菩萨在修行的时候呢，一定分证如来的觉道，也就是自己的觉性啊，分分证法身嘛，对不对？所以讲到觉有情，就是这个菩萨分分证法身，在觉的时候多多少少还含有情事。所以以菩萨自己的状态而言，觉有情就是在觉，但是呢还有若干情事在内，一直到等觉菩萨都还有一品的身相无明未断。所以觉有情指菩萨自己是正在觉悟中而尚有情事。那以利他而言，也就是菩萨在帮助众生觉啊，这个有情就指众生而言，所以这也是觉有情的含义。这样是不是很丰富了？那大家就会知道这个经论呢，实是浩瀚无边，你从哪个地方都发现它真的是广博全面涵盖。那菩萨一定是自他兼利，自觉觉他，这个菩萨一定修六度万恨，希望要成佛，那自然而然的也会广度众生。所以菩萨上求佛道是觉，最后达到成佛。那下化众生，这是有情是迷，所以觉有情是指菩萨到最后呢，是完全的觉悟，而帮助众生能够开觉，所以是开觉群迷。这个从次第上而言，就是从自己还是有情的众生，到帮助有情的众生，到自己成佛。这是觉有情，光菩萨两个字的三重含义。那这部经典呢，就是心经啊，这个心经基础上都要讲啊，照见五蕴皆空，对不对？因为众生呢，其实就是因为有五蕴，那有五蕴，你就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那这个情事啊，非常之活泼。如果没有这个情事的话，那就跟无情是一样的。所以众生基本上都以自己能够有活泼的心理活动引以为自豪。那这个就是人类就是最高智能的动物，以这样来标列它。所以人类要觉悟其实是最容易的，就只是在那个迷跟悟之间，那只是你把五蕴这个东西看对了，厘清了，那就不是叫五蕴了，那就不是叫五蕴。那了解说这个五蕴呢，这个后面的经文我们再解释。那现在先了解下一句，叫是321页，明所修行，就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那这个行字，行是观行跟公行，也就是修行上面。修行上面，那如果能够自我觉照，这个就叫观行。那这个观行呢，你怎么觉照，它最后达到什么样的层次就有分了。就分小乘行、大乘行、渐次行跟圆顿行。那所谓的小乘行，就是基础上修行开始是由四谛十二因缘这样开始起修，依这样的次第慢慢去体证，所证得就是罗汉跟辟支佛的果位，那这样子就叫小乘行。不要小看这个小乘行，那证得罗汉跟辟支佛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不要一听到小，你就要舍小偏大，这可能是前面地基都没打，那 后面就想一跃上天，这个可是会跌死的。
这个要小心啊。那这个大乘行讲的是这个菩萨的修行啊，他修六度万恨，普度众生，希望的是求证佛果。那这个所谓的大小之意啊，我们不要把它太勉强的切开，其实那是路径问题而已啦。就是事实上，我们人第一个开头想要的是解决自己的烦恼，所以想要离苦得乐。离苦得乐的标准达到了的时候，就到达了某一种完成。这个完成是相当值得赞叹的。那慢慢走下去呢，当然会从自我而打开，看到众生，所以会修六度万恨啊。那这是最简单的解释小乘行跟大乘行。那这部心经呢，它开头就讲观自在菩萨，所以一定是指大乘行，就是一定是菩萨种性。那谈到什么叫见次行，见次行跟圆顿行，这上面其实是根器，就是指它的时间上而言。我们如果照修行，每个人这样次第的去修行，会经过时信、时住、时行、时回向、时地，以至于达到等觉跟妙觉，这样次第修行叫做见次行。那你可能会想啊，那我到底是哪一种行？其实泰办的修行人是见次行，这个比例还不仅仅是一半，因为所谓的粒粒根器啊，其实是累世修，是累世修，所以他可以在这里面总持啊，摄持所有的一切。这个次第修行啊，可要花啊、如果说三到二僧祇劫，可要花两个以上的二僧祇劫，才完成到某一种稳定。那讲到圆顿行，是依圆教法门，于诸位中随修一行，即具一切行，这叫圆行，又叫顿成行，也就是圆顿行。那这个圆顿行就是当下，你当下所有的一切含摄在内，而且很明白，那从不杂乱。其实大家都知道，听经闻法多年，有些东西还不竟然离得清呢，对不对？那你要离得很清，当下的现前一念呢，缘起的时候，就知道这所有的道理。那寂静，寂静是相似般若现前啦，这个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心经要教我们的行深般若，这个办法是属于圆顿行。那这个圆顿行，你从开始的渐渐剖析到最后总持，能够达到圆顿行吗？不是不可能，你要非常用功实在的，在自己生命的每一个当下，慢慢的开始，可能从渐次到最后，它的速度很快，它全面性的扫描了，那全面性的扫描跟整理非常的快，也就能够达到圆顿。所以你可能从心经开始学习的时候，其实是渐次，而慢慢慢慢一轮一轮一轮频频的这样修持自己，也能够达到圆顿，然后总持这心经，最后果真在这个当下能够彻见。那这个地方讲到这个行深，就要讲到这个深。所谓这个深，既然用这个字，那当然相对就有浅了，就有浅。那什么叫做深跟浅呢？也就是如果我们修行只是修共般若，共般若的话就是破我执，没有破法执，就是见到一切的基本道理如幻，所以它是空的道理，就是见于空，可是不见不空，
这个妙还没有出来，这个时候的这些修为全部叫做浅般若，因为这是共般若，这是声闻跟缘觉共修，而且一定会证得的部分，这是叫行浅。那所谓的行深呢，是不共般若，这谈到的深是说破我执又破法执，所以他看到空的道理又能够了解不空，以至于达到空空，空掉空解，这个才能够三惑圆断，二死永亡，证入中道实相第一义空，这个是大乘菩萨所独修的，叫做行深。那这个二死就是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这个就是讲行深。那修行里面所谓深跟浅，其实从自己内心的明了就可以知道，常常你会有很多清楚跟不清楚之间的徘徊，也就是当下很明白，一点杂思杂想惑都没有，那个状态它没有时差，那当然就是深哦，既有智慧又能够在实相中看得明白，有处理的方案，这个就叫深般若，对不对？那我们常常在事件的处理啊，能力上面呢，智慧啊，现前的速度，看清楚事件的时间落差上面，会有个回荡的情形，那这也叫观哦，对不对？也叫观照啊。那中间呢，这些都是叫见思，那当然呢，能够达到空的体会的时候，也是有所答案，但是这个就叫浅般若。那我们如果了解，如果只修空观，或是单修假观，乃至于你知道修空观、假观，然后次第入中道实相，这个都是叫做浅，不能谈之为深。所以这个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讲的是他当下原备，当下原修一心三观，照了一净三谛，净跟智是一如，能所双望，顿证实相般若，真心本体彻见现前，是叫行深。同学这样这个温故知新啊，这样很清楚。其实在生活面里面，有些事情每个人很习惯很清楚，都有深般若，但有些时候是对于与自他关系才会有一些模糊离不清的时候，那对于所有一切当下的行住坐卧，基础上要把握好，它不会在这上面有一些散漫动荡，那处理上面一向简明，那这个抉择性啊，就是智慧能够实用，其实大家都有这个能力，只是太熟悉了，所以不觉得这跟自己的这个觉性有什么直接扯上的关系，事实上大家都是有的。那只是对于很多人与人啊，人事物多方的原因啊，纠结在一起的时候，没有办法即刻发生这样强而有力的抉择性，那个时候才会有一点惑迷乱的产生。我们随便举个例啦，比如说在你熟悉的范围内，不管你是工作场合，你是上班作息来去的环境里面，甚至于你自己所能掌控的所有的一切运作中，当任何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叫做眼明手快，不假思索，有没有？很多人其实是有这个能力啊，眼明手快，不假思索，那当下就可以把这所有的事情都做好，
那完全无负担，那一看也都没有什么错差的地方。这个就是长时间的练习而产生的一种能力。啊，这个能力也是从觉照，就是开始的一点点一点点而累积，累积到最后呢，它已经成为自然能力的一种展现。那这种呢，你根本就不会有产生迷惑跟动荡的心思，也就是一直很自在。那像这种就是我们本觉一直在发生作用。那有的时候啊，就刚刚讲，如果是有错综复杂的人事物的因缘之下，你才会产生动荡。其实你只要把握，你只要把握一个基础原则，就是众生跟我是一样的。那在这里面呢，你可以异地而处，交换立场去看，你就会看到这件事情其实没有那么忙乱。比如你今天是反正活在世间嘛，你一两个礼拜啊，总要去采购一些生活的必需品。如果你惯常去到某一个大卖场，你开着车进去，你知道哪个出口跟哪个入口要怎么出跟怎么入最简单，然后你要买的东西重不重，停比较靠近哪里，对于你要转个弯最容易。去买东西未出发前，其实你就知道货物价在第几层，这些是不是都有绝招？去到那边买的时候，你伸手如探囊取物一样，就马上会在对的这个架上去取你要的东西。只要需要去分辨它的大小跟价差品牌的时候，你才会在那里驻足，对不对？这个过程其实你把前跟后加起来，它中间的这个厘清的过程，这厘清过程，你要以最大的稳定，最大的稳定去看。第一，你的需求，你本身的预算，那你环境里面，当然环境里面的条件啊，那这些呢，全部把它纳入为你思考的主重点。于是当你在看这个品牌跟那个品牌相较之下，其实你一点也不起烦恼，因为没有人干扰你。我们常常会在这里有一种无明的产生，是因为你有自我干扰，或是有他方干扰，就是用事来显理啦。你在自我干扰的情形之下，就是你让自己放到某一个不宁静的状态，也就是你有急迫的心，你有超高的理想，你想物超所值，你有经济的压力，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你才会在这里面喜欢的够不上，然后可能尺寸跟你小小的这个斗室不合，这个物品那功能呢上面又有很多元的需求。其实这就是现代人的问题，就像你去买个手机，你又越买越复杂，越买越贵，里面 90% 的功能其实都不会用，不是用不到而已，不会用以外，它基础上是用不到。所以这个就是对于实相中，其实你不了解它的处理方案，其实就是吻合就对。超高的理想，超高的需求，这会让人一直在晃荡当中，一直晃，有新的就会诱惑你。那人呢，其实就像在物品架上，这个是你跟物之间的关系。如果你跟人之间的关系，或你跟事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同样的道理。我举例，譬如你跟人之间的关系，你不用想到跟他的关系法，你全部不用想，
你不用想要跟他维持好的或不好的，因为你就把他当成一个平静的人来看，你把他当成一个平静完美的人来看，他所表达的事情你就不受他表达的内容 所左右，你会去听到或是知道他需要的是什么。你要放掉那个盲点，那个盲点就是你要跟他维持的关系。当你有心中有所目的在背后，你就不可能行深，你清净的般若智慧就不会现前。因为这里面开始在里面就会产生行，就是行运的部分，这个运开始就会聚集。所以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它就是不以运，不聚集这个运，才能够植入般若。所以放掉那个关系法的恐惧跟维护，把所有的一切看成是佛，把所有人看成是清净的。他如果现在的不清净啊、言辞等等，当你没有把它看成是不清净的状态之下，你就不会受它干扰。我这样说，只能提供给你参考。它就会变成非常平静的对话，它就变成非常单纯的沟通。如果不清楚，就说哦，不清楚，再说一次。它就会慢慢厘清。看人看事都这样，你没有一个自我的迂回的保护措施跟自己能力的厘定定在里面，对于事的表达而言，你也不会产生一个迂回的自我保护跟形象问题，就不会产生我相，就不会。那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生命人跟人相处的时候，在知与不知当中，在知与不知界定了你自己的忙乱。那所谓的行深般若，就是实相中你所有的一切没有是非，对人是这样，对事是这样，对物是这样。这上面就是知与不知跟你的觉受，你往前提出了你一个自我的身份跟地位。当你运有运的时候，你就不可能生，也不可能有般若。我现在是倒着把它说回来，同学知道？那这过程里面呢，人生活里面不要处处去显得你的完美，不要处处去要表达精明能干跟有智慧，那个是最愚痴的我，那不会让你真正能够在应该无我的时候消失于无形。有相与无相这中间都是人把自己摆着的样子跟位置，那才是真的自由。像这些呢，只是举例给同学听。所以在讲啊，我们修行里面啊，观照是修行的部分，实相才是清净境界。那修行不是在别人的嘴里你会成佛，修行是在自己真实的修行里而完成所有的体悟。逆境的体悟会帮助你去看清楚你自己，而顺境常常会让你不小心就成了大魔。那我们在讲说修行啊，般若智分三种，
叫一切智、道种智跟一切种智。这个前面说三观是能观之智，属于因。波蕊的三智是所证的，叫果。前面讲修空观，如果修空观成就，那就是一切智证得，就能够断见思惑。如果修假观成就，就会证得道种智，会断尘沙惑。如果中观成就，就证得一切种智，断的是无明惑。行深般若，也就是讲完成三观。那如果仅断见思烦恼，是灭掉生分断生死，正有余涅槃，这是行浅般若蜜。那如果断无明烦恼，灭的是变异生死，正究竟涅槃，才称得上行深般若波罗蜜。这里跟同学介绍，那这一句呢，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他讲到这个时，这个时不是在讲那个时候。如果这个观自在菩萨他有一个时候跟不是那个时候，那就不是所谓圆满的正德。这个时是在讲修行甚深的般若功夫，你得力了。这个要从浅开始到深，从片段一直到恒长。那由闻思般若起观照而证实相般若，也就是这个路线走到这里的时候，就即照不二，观听圆明自在无碍，就达到这个点。所以这个时不是在讲说有的时候可以起观照，有的时候不能起观照，就是反复啦，修行过程。大般若经讲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无如是等一切分别，他没有分别，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分别故。所以实相般若现前的当下，一切无分别。菩萨成就如是甚深般若的功恨，就是功行，无处不是般若，无时无般若，就无时无处不是般若。所以这里面呢，你的心没有失去混乱，你的心没有晃荡，那么就自在啊，对不对？这样了解。所以这个自在不是由外面证得，这个自在不是由外面证得，这是你的体。那外界的这些形形色色的物质也好啊，人与人之间啊，对话里面的高低差呀，所有的能力的展现啊，这些纵使你外界都处理的八面玲珑，而心里动荡，那个只是叫世间能力，对不对？那是世间能力的一种。那修行呢，它是世间能力不退失而出世间的自在，是常住。这个就是修行观自在菩萨基础要达到的。那我们再讲啊，这个前面讲啊，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所以能照见五蕴皆空。其实刚刚在解释什么叫行深，也就是不蕴，你不把它聚集起来。如果你把它聚集起来，你才要照见。我们倒着说，你是不是聚集起来才要照见，才用观照？如果你不聚集起来，它本身就观自在。以对凡夫而言，我们已经把它聚集起来，所以我们才要次第上观达自在，所以观五蕴皆空，达自在。我们讲照见五蕴皆空，
这里的空不是断灭空，每一堂课都重提这个主题。这里的空不是断灭空或是邪见空，如果是断灭空，那就一切没有善恶因果，什么都是空啊，对不对？那也不需要修行啊，那一切都是空，不是这样的。那如果是邪见空啊，邪见空的话，就是以为证入空，知道空而解脱了啊，这个以为就是究竟，这个叫邪见空。那不堕断灭跟邪见这种空，才可以谈般若空义。啊，这个般若空义的深奥，那不是简简单单说的明白。好，那这个地方我们先就这里这个主题啊，就方便而说，就方便而说跟真实门，方便门跟真实门来给大家做解释。讲完之后我们再来讲五蕴，五蕴的这个东西。那方便而说呢，就是讲啊，是，就是我们看到的所有外界的，你六根对六尘，所有看到的这些呢，是，都是虚妄不实。因为宇宙的万象万有啊，都是依众缘所成。如果是依因缘和合而有，它就是生灭无常嘛。如果生灭无常，它不是没有，而是叫幻象。幻就是有，但是不恒常存在，所以它没有实在的自体。这个就是空的定义，它不是没有，而是它不会永远存在。这是属事上面。中论观里面，中观论里面讲，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只要是因缘和合的，它的道理就是空。因为只要有一个因缘不成就，这件这个物品，这件事，它就不会完成。所以这句话可以证明缘生不实。这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缘生不实。那如果就理而说，也就真实门说，空指真空实相的第一义空。这第一义空啊，是大智度论的另外一句，他说诸法不尽空，何以故？因缘所生法空，而因缘不空。注意听啊，大智度论里面讲啊，因缘所生法，我们是不是空？我们都知道因缘所生法它是空，而因缘不空，这些因缘是不是还会缘起缘灭？所以我们要了解，事上面是因缘所生法即是空，理上面呢，因缘不空，这是一个缘起嘛，合合的时候它又现了，这个就是在讲理，讲说五蕴虚妄相中当体即是真空实相。如果你在找东西要食用这个水果，他拿了一把开山刀给你，你马上起了五蕴，你干嘛拿给我这把刀？这把刀干什么？你要叫我杀人啊？我只要开水果而已，又不是要杀水果。五蕴是这样产生的，是因为你聚集，你解释，所以迷情妄相就现前了，是迷情妄相，这样了解意思。为什么需要观？是因为你错你才观，如果你没有错不用观，那个基础点就是清净，就是清净而平等。那清净而平等的运作里面，它就顺自然，实相无相，
那就是空。所以迷情妄想的当体也就是空，其实就在人的这个情事当中，就是这个情事。所以无相无不相，对不对？总之啊，万有原生非实，此为虚妄之空。万有当体即真，此为第一义空。所以理跟事，这样都明白了。涅盘经里面有讲啊，佛性名第一义空。观佛三昧经里面讲，真如实相第一义空。三藏法术里面讲，涅盘之法空无有相，是为第一义空。所以经论里面用了不同的语词，佛性真如实相涅盘都是在讲空。